这怎么感觉比刚刚草鱼还给力？哇哇！兄弟们，出来钓鱼了喂！天天去大水面钓鱼，今天咱们找个小河沟钓一下。就是这些地方，路有点难走，草有点多，有点慌，这个地方走着，但问题不大，只要咱们去到那里钓到鱼就行啊。要走个200米这样吧。一个闪现到达钓位啊，小河沟水面不宽，20米宽这样吧，不大。这些地方就是草有点多啊，都是草。今天位置就选择在这里了，咱们就钓对面，坐在这边，我们就要钓对面那边，对吧？先来打个窝，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。这个是青藻颗粒啊，天网新出的窝料。这个是梅花形状的，抗走水抗流水，就用这个，雾化也会更久一点，更诱鱼啊，持久性诱鱼。今天就用它来打窝了。窝子已经做好了啊，咱们现在挂上饵料准备开钓。还是用之中小爆炸，看一下在这个小河沟用之中小爆炸效果怎么样。这里就是水不深啊，可能1米到2米之间吧，然后就用了一个5克的大抛铅。其实这种这么浅水的地方，用不用铅坠都无所谓了，水不深，只要能定住饵料就可以。咱们就钓河中间啊，中间深一点而已，边上不深。鱼太小了，很难抽啊，抽不到的。鱼口是很好啊，基本上丢下去就来了。可能我钩子用的太大了，又或者说是鱼太小，反正就是这两个问题。钓了一回了，我这桶里就抽到一个小鲤鱼，然后剩下的口的是很难抽，严重怀疑是小罗非，毕竟小河沟嘛。罗非仔是出了名的多的。这条有拉力哦，好像鲤鱼吧，不是鲤鱼哦。哇，鲫鱼啊，漂亮，这个不错。这种就叫大板鲫啊，不要蹦不要蹦，非常耐心。喂，哇，这条可以哦，看到没有，鱼，哇，鱼，草鱼哦，兄弟们，草鱼，我没开招啊，草鱼，抓网，赶紧找抓网。哎呀，这地方有草鱼。应该勾住了吧，先控住啊。还发力，先控住，不是很大，所以控住它很轻松。哇，就掉了，兄弟不要冲了，就勾了一丢丢。哇，嘿，呦，哇，居然有草鱼哦，这小狗哦。哇，帅，胖嘟嘟的，好胖啊，胖胖的。哇 ，nice！ 我刚刚还在这里绑这个之中小爆炸，
准备换小钩子来钓，因为有很多口都打不到。结果他给我整了个大草鱼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还换不换小钩子了，还是先用着大钩吧。刺激啊，这小河沟竟然有草鱼，惊呆了我。我去大河沟钓鱼都没钓到草鱼，结果今年的第一条小草鱼是在小河沟搞的，非常激动。放了这么久，但感觉还吃不中，钩子太大，这小的鱼它根本吃不进去。小钩子已经绑好，我想换上。富贵险中求啊，碰到大小伙咱们就硬干。中，小钩子就是容易中鱼，吃口就中，但是鱼也不小，看吧。草鱼，哇，不是草鱼哦，这个罗非哦，这个罗非也不算太小啊，看一下，巴掌比我巴掌还要大，这种太阳非有这么大是不小的了啊，中，又得一条，哎，又是罗非哦，没劲了。都是罗非在吃的吗？小家伙啊，有口就中。中，大的，又是大的，又是大家伙，不小，又是大鱼。这怎么感觉比刚刚草鱼还给力？哇哇，这个是鲤鱼，鲤哦。妈的，真的是好大腿哦！真的是拍大腿，果然不应该换小钩。五号的，这个是八号的，哇、哦，后悔了，我好后悔换小钩子了。这个鲤鱼起码也是两三斤以上，哎呦！不应该换小钩，真的后悔了，现在果断马上换回大钩。各位兄弟们，骂我吧，我不知道你们很想骂我呢，给我机会也不中用啊。没想到这里这么多大鱼钓，哦跳，真的好后悔换小钩了，可惜后悔都没用，他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了，现在已经换大钩了，这种小鱼吃了是不中不了的啊，只有像刚刚那种大鱼才能钓到了。不大，罗非吧，是罗非了，罗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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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晃来晃去的口都是罗非，那种大鱼是直接就拉去的，不会先晃晃晃。我现在感觉亲到孵进窝了，那种口都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，这个铃铛都拉不响了，很轻很轻的，也不像罗非口啊，就像亲到孵吃东西一样，慢慢的应来应去的，饵料也差不多没有了，最多还能弄两竿吧，赶紧再给我来一条大家伙，还没过足手瘾呢、啊、我想今天钓草鱼很有可能就是打了这个青藻颗粒啊，这里主要功效也写了，既离草边更几时，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厉害啊，有点东西啊，这个我感觉比那个红琼蚯蚓好用。听见我穿越风雨都会唱，哦，最后一竿又是小鱼，小罗非，没了，这么大，好啦，收竿了，没有饵料了。
钓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就搞完我饵料了，主要是螺飞有点多啊，所以饵料去了就比较快了。明天再来，明天来早一点，准备大干它，干它一天，看下还能不能钓到大脚鱼、大鲤鱼、大脚鱼。今天先这样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虽然没多少，但是搞了条草鱼上来，好胖的草鱼啊！这皮毛一级棒，那是酸菜鱼了。这里有个小鲤子，不要。这些就带走啊，这些就是罗非了。还有个鲫鱼也不小，非常漂亮，带回家养着。对面那里有个人放网，一直拦在那里，看到没有？手机像素太低啊，看到了吧？一直拦，我看他的网子上面挂了好多鱼，一直在他那个网子旁边炸水，应该是被挂到的，一直到上面那个水草都有。